呢、这个市场是美国西雅图很出名的旅游景点。到西雅图基本上每一个游客都会来这个 Pig Place Market 的，究竟有什么好吃好玩呢？等我带大家看看啦。市场附近有号称全球最污糟的观光景点金窝，整埲墙都是香口胶，现场看都真是挺惊吓的。不过这里照样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影相打卡。除此之外，记住去买这里全球第一间的 Starbucks 朝圣。这个市场更加是全美其中一个最古老又仲营运紧的农贸市场，已经有成过百年历史的了。这里有蔬菜、水果、海鲜摊位、杂货、干货摊位等等。周边亦都有大大小小的餐厅和咖啡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饮食选择。在这个 Pig Place Market 入边的海鲜档，大部分海鲜都要自己买翻屋企自己煮噶。咁如果你想即刻食一啲 seafood snack 嘅话，都可以即刻买得到噶。呢度嘅周带鱼汤都好出名噶，每日店外都排晒长龙，净系汤款都有成八款可以拣。呢个 clam soup 咧好足料啊，而且味道好 creamy 啦，有好多唔同嘅料，有 bacon 啦、clam 啦、有洋葱啦、薯仔啦。除了湯之外，其實它還有很多不同的 seafood roll 可以試一下，而這個就是 lobster 了，它的樣子已經很賣相，很吸引了。我試一下，肉質很彈牙。另一個推介是這間得獎芝士店，隔著玻璃可以看著店員整芝士。而這間很有人氣的麵包店主打正宗俄羅斯麵包，款式多，咸包甜包都有。这个 pastry 里面真是淡淡三文鱼味，入面还有好足料添，加上香草口感更加香味。下次来西雅图这个市场朝圣就可以跟着找食了。